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与钱同行，我是主持人张晓婷。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再次带起了 AI 旋风，不只是辉达的股价创高，台积电、台股都创高。好，这个时候大盘已经来到了22000点这个关卡了，接下来该怎么投资呢？今天请到大唐投资董事长李泽成老师聊先，老师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哦，黄仁勋直接点名43档的供应链，但是这么多怎么买？很多人还是选择 ETF， 但是说到 ETF， 去年表现非常亮眼，今年好像有点不如预期哦。没错，因为去年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大行情，不管是大型股或是中型股都大涨，而且很多高息的 ETF 都大涨，对，涨赢大盘，这是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很少看到的，因为我们在看股票市场，长期能够比较有比较大的涨幅，都是市值型的 ETF。所以你很少看到那种不动的那种价值型的个股、哦、出现大涨。对。那我们再讲一些高息的 ETF， 它的一些配置的成分股，很多就是那种高息、殖利率高一点的股票，它只要稳定，它不要动就好了。结果没想到。对，去年就是因为整个 AI 风潮带动了很多的股票大涨。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去年的市场哦，其实在一些高息的 ETF 呢，基本上让很多的投资朋友赚到很多的利润。是。可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对。今年很多的这个投资人会觉得说，哎，指数一直涨，它的这个 ETF 好像没什么赚。有一些 ETF 一挂牌就破发。没错，因为当时在这个00940在开始募集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一些老手都认为说，指数在200点发的 ETF， 其实你去买的话就要多考量一点，因为位置太高了嘛。这跟如果我们指数是在14000点、13000点发的 ETF， 其实你发什么大概报到现在，指数22000附近一定是大赢。是。对，是，其实从这个这次的低点12000多点涨到了20000点之上所发的 ETF。你在布局的时候，你要考量说我该怎么布局，因为如果你是单笔大举进场，你的出手点直接在20000点以上，其实胜率其实不太高了。就算能够最后赚钱，比如说你买在20000点，如果最后涨到22000点，其实你才赚10%而已。对，跟12000多点买的人，他报到20000多点，他可以赚50%-40%不一样。所以出手的时候应该就知道，其实基准点就不一样，其实就跟我们看每档股票都一样嘛。是，比如说你买台积电，买在400块跟买在800块附近，当然你400块赚一倍已经赚到了。大家都想买在最低。对，那你800块想买的时候，你想赚一倍，心里应该有个底，就是说不容易了。是，对，所以说每一个商品哦，出手的时候基期很重要，你要从底部开始看。看它现在的位置，如果你看清楚的话，再做对你比较好的投资策略。我想每个投资朋友都可以在每种商品里面，他用策略的一些调整来赚到他所要的利润。是，好。不过说到 ETF， 可以看到到2024年4月底，哇，总计有234档哦，这怎么选呢？对，像我们现在哦，今年到，因为现在这是统计，投顾公会的资料，到今年四月底的资料。那今年股票型又发了4档，那很多就是刚才讲的像高息的一些 ETF， 它所发的在四月募集很热。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债券型也发了2档，所以这目前债券型的 ETF 也蛮热的，在赌美国联准会降息。所以这是在今年在上半年到四月为止又募了7档的 ETF。那这7档 ETF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资料，它的规模其实在今年股票市场里面，很多交易者他在20000点之上，他其实觉得股票跳来跳去，他很难做。另外，去年的这些高配息的 ETF 蔚为风潮，因为去年高配息的一个 ETF， 它的净值成长得很快，让很多人赚到钱，而且他募集都募爆了。所以今年很多的投资朋友，去年没买的人，今年就想说，我今年也来参与一下高息 ETF 的一些这个投资的盛况。而且它门槛很低。对对，有的发行价或是募集价10块、15块。对一个小资主来讲，一张才10000块，他觉得很便宜嘛。对，所以今年募到爆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在股票市场里面，前4个月在股票型的这个 ETF 里面，竟然这个4个月增加了5000多亿的这个规模，等于说台湾钱真的淹脚目。对，真的很多。对，你看这5000亿的这个资金，如果你买了 ETF， 它投入在股票市场，因为 ETF 的话，这个投资人他买了之后，你对 ETF 的操盘人，他一定要去买股票嘛。对，所以看到今年台北股市的投信买盘，从1月开始就一直买，对，一直买的话，就这么多的资金，他一定得要进来，一定要买。所以你看到全球股市里面，你看台北股市的表现，应该是算在全球股市里面名列前茅。像去年上半年在国际股市里面，日本股市一度涨得比我们台湾多，可是你到四月份以后，发觉台北股市的涨幅竟然已经超过了日经的涨幅。像我们上半年都在讲说，巴菲特去投资日本的5大商社啊，让日本股市大涨。
可是你发觉到第二季以后，台北股市的涨幅开始一直追上日经的表现，而且一直超越哦。嗯、所以你现在所看到这个台北股市里面的这个 ETF， 它募集金额那么大，它直接影响的效应哦，因为很多的这个高股息的 ETF， 它都没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它不是这个高股息 ETF 里面它这个标的嘛，因为它的殖利率太低了。是，所以你看往下面排的，包括像这个广达、长荣海运啊、联电啊、鸿海啊，你看那个买盘一大堆，一进去买，所以你看到今年台北股市的指数就表现得非常好。除了台积电之外，像这个一些比较股本比较大的，像中型股，它的表现也不错，是，这也让台北股市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债券型的 ETF 在前四个月，它的一个这个基金规模也增加了3500多亿，也代表了很多的投资朋友对于债券型的 ETF 也广泛的投资。因为在债券型的 ETF 基本上来讲，它要求的是波动小，它不要太大，它一年的报酬率大概6-8%就可以。像有些大资金的人，他认为指数到这么高，他不想承担比较大的风险，所以他觉得说买一些债券型的 ETF， 等美国降息来看有没有一个波段的利润。所以这边也造成了这个债券型的 ETF 它的募集的状况也是蛮热的。是，好，那当中我们就来看一看了，在规模的部分，当然最多人好关注的还是这个老字号、老品牌这两档，0050跟0056。对，像我们今年四月底的这个基金的规模，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总共有摆了前面十名。那规模最大的当然是台湾五十啊，台湾五十目前基金规模在这个四月底的时候有3011亿元的，这是台北股市规模最大的一档 ETF。另外，它的元大高股息基本上也是老字号的，它2007年就开始成立了，它是2788亿。它是一个高股息的 ETF， 所以那你从往下面看哦，在这个像今年的募的像00940，它已经排到第五名，对，它很厉害，它一进榜就来到第五名，对，它三月才成立的，对，而且当时在募集的时候，市场新闻很多嘛，听说募不到的一些投资朋友的还很生气，对，2024年所募集的，你看它一下就募了1800，基金规模就1851亿，真的很吸睛，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到前四个月为止哦，在规模排行前十名的股票的 ETF 里面有8档都是高股息，也代表说我们现在台湾的投资朋友基本上他可能在选 ETF， 他直接就挑高股息了，像要月配息啊、要季配息啊、要半年配，他都以这方面来做他 ETF 的考量。对，那主要也是因为受到去年的这个绩效影响。对，所以去年真的表现不错。对，就去年让我觉得我都想买，我想说怎么会表现那么好？对，可是我们它是个例外。对对，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股票上，如果你看久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比较少看到价值型的股票大涨。所以一些高配息的 ETF， 它基本上强调就是一些比较稳定的传产股，或是一些电子股，它的股价不要太高，它只要会配息就好了。对。可是你遇到股票市场，我们在一个大多头的一个格局里面，它又要涨成长股，所以我们比较少看到在这个十年之内哦，像高配息的 ETF 或是高配息的一些个股或这些价值投资的股票大涨，通常涨都是成长股。所以我们看去年的一个行情到今年一看的话，你看今年 ETF 排行到6月7号为止的一些这个 ETF 的表现，这边把杠杆型的 ETF 把它扣除掉，因为杠杆型 ETF 它本身有2倍杠杆，如果这样比较的基础是比较不公平的。对。所以我们如果都看圆形的 ETF， 今年表现最好的是00895在今年到6月7号为止，它的涨幅已经有 36.99%了，这是表现非常好的，6个月而已，对，才6个月为止涨了3%多了。另外的话呢，第二名的是0052富邦科技，这两个股以电子股为主，涨幅有3.6%。另外的 像这个凯基全球精英55，还有这个0083，这个是喜欢半导体的投资朋友最喜欢的一档 ETF， 它的这个今年涨幅有32%，还有富邦台湾50，元大电子的涨幅有30%。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这些表现比较好的，除了最后一档，因为今年黄金价格大涨嘛，对，黄金价格涨的话，如果以 ETF 的话，除了黄金的这个价格会涨 ，ETF 会涨之外呢，另外的话，白银涨的通常会比较凶，所以你看到其元大道琼白银，它今年的涨幅也接近了快30%了，也达到28%。所以总结来讲呢，你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到六月为止的 ETF 的表现跟去年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今年基本上全部在表现比较好的都是属于电子股的一些 ETF， 都是科技股为主的。是，所以这个比较符合在股票市场我们的经验法则，比较会涨的应该都是以这个科技股为主。所以就来看到好，在这些的 ETF 当中，它的持股那不出意外
就是辉达、台积电，没错，你拥有它，你就发达了。对，今年大家都想嘛，想说谁是干爹啊，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今年表现最好的00895，这档00895的 ETF 呢，今年涨幅有36.99%，它的第一大持股跟第二大持股，那投资朋友都耳熟能详了。第一大持股就英伟达，辉达它的这个持股有22.35%。那第二大持股呢，台积电有13%，其实比重还蛮高的、哦。对，因为这是前五大持股，它基本上这两只加起来就35%了。另外00052呢，它有接近60%的台积电，哇，这就很恐怖了。光靠台积电，对，所以光靠60%的台积电，它的表现就是今年涨幅第二名的 ETF， 它涨幅有36%。在今年6月底为止，对，那它还有鸿海啊，鸿海涨很凶，对，鸿海今年涨了大概70%左右，是，所以说你看它有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基本上这三只股票就可以让它的报酬率哦，今年就涨了36%。对，所以就算它没有辉达，对，哦，它有台积电，还有台积电。另外的话，00926这档凯基全球精英55，它的持股里面第一名的也是辉达，辉达有21.49%，有20%以上。另外第四名的国泰飞的半导体，它有15%的辉达。另外它还有像这个 Broadcom、 超微今年涨幅比较小了，美光今年好像有动一下，还有 Qualcomm。另外第五名的富邦台湾50，它也是50%的台积电。另外第二名也是鸿海，所以它的报酬率也超过30%。我可以看到就是重压在台积电。对，所以你看今年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只要 ETF 里面有台积电跟辉达，它的表现哦都是在ETF 的表现里面接近30%左右，对，就是30%是基本的，对 对，所以可以看到这前五名，对对对，所以说这是今年表现比较好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这个 ETF 里面，我们看辉达的情况，辉达的这个今年的涨幅有1.44倍，所以你看刚才那几档 ETF 里面，他们其实持有辉达大概都在20%左右，可是报酬率都可以接近30%了，因为辉达今年的涨幅真的很厉害。而且辉达去年就涨了2倍多，所以很少看到一档这么强的美国大型股连续两个都涨2倍以上，所以会代表什么？所以你买的早真的财富自由。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就说他是干爹啊、干爸辉达，对不对？对。另外的话，台积电今年涨幅呢也不错，今年涨了48.92%，快50%了。对。而且目前的这个台积电，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基本面讯息是还蛮正向的，而且技术面其实都还表现不错。是。所以我们如果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科技股比较有期待的投资朋友的话，我想今年的这个刚才所看到强势的 ETF 应该在下半年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是，好，只是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就像老师刚刚讲的，指数已经来到这么高了嘛，可能还是会有点休息整理回档的可能。没错，其实技术面都会有回档，因为像我们在上次一月份来的时候就说，因为刚好就我们选前也回档了。其实一般的股票市场哦，我们说要连涨3季不太容易，涨2季之后常常第3季都是拉回。像去年是2023年，也是第一季涨，第二季本来大家认为有5穷6绝，其实也没有跌，第二季是继续涨，跟今年蛮类似的。可是去年第3季哦就跌，台北股市去年第3季从7月底跌到10月底。所以去年第3季其实是拉回的，因为我们强调你不可能一年的4季哦整年都在涨，这样也是蛮可怕的，蛮怪的，就是说蛮怪，没有那个好像没有看过，是第一季涨，第二季涨，第3季涨，第4季还收最高，那你涨那么多，通常我们看到就是你涨了2季之后，第3季要让它拉回一下，而且今年美国要总统大选，那美国总统大选的话，如果你一直拉到这个11月去选举都不跌，那也怪怪的。所以可能我们看到的今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都，如果国际股市都没有拉回的话，第3季可能会在学前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好，这个就是一个切入点了。对对对对，就跟今年第一季有拉回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第一季的低点，好像那时候的辉达很便宜哦。700多美元，现在看起来是都很便宜，所以拉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把握机会了，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然后切进去。因为很多投资朋友还是很关心高股息 ETF 的表现，对，毕竟我们刚才知道，今年的这个目前所 ETF 里面，它的规模前10名里面有8名是高股息的 ETF， 那我们当然要跟投资朋友去说明说目前的状况，像这是高股息 ETF 在市场上前面21档。那另外还有几档，像00940啊、00939，今年还募集的就没有在这个资料里面，因为它没满一年嘛。是，所以我们看今年的表现哦，表现最好的是00915，另外00900还有00919，像00919的规模蛮大的，它今年涨了17%，在六月初为止，
可是你看元大高股息去年表现不错，今年的表现只剩下 7.64 个百分点，就差很多。对，因为我们的指数在六月初的时候涨了20%多，你看 ETF 涨了6.73%，所以你看到在从这个00702开始，这边像国泰标普低波高息、富华台湾科技优息，还有像00056、像00878，这些表现其实都低于1%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不如大盘了。对，所以看到今年就是蛮明显的。去年这些这个价值型的股票大涨之后，对，其实今年的涨幅基本上都是停在那里，没有什么动了。因为今年还是一些高成长的一些电子股在带动。所以看到今年可以看到，在这么多的高息的 ETF 里面呢，它的平均报酬率是12.18个百分点。那大盘的表现呢，其实有21.9个百分点，等于说指数的表现高于这些高息的 ETF 大概要10%的，其实落差是蛮大的。对，所以说我们说今年的一些高配息 ETF， 各位投资朋友你在看的时候，你就要很清楚的去看这每一档 ETF 的内容。对，要不然你会发觉到，也许今年走完了，你会发现如果还是继续走这些电子股的题材的话，今年走到顶，你会看到指数一直涨。你的 ETF 的涨幅呢，它其实落后指数的涨幅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六月的数字看出来，有些已经落后到15%左右了，对，其实落后还蛮大的，而且有的规模都很大哦，像这个00919、00056跟00878的规模都很大，对，所以这你看像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它的规模是2848亿，还有元大高股息，我们刚才讲是第二名的嘛，2896亿。所以规模这么大的 ETF， 它的报酬率是一个是 7.64， 一个是 6.73， 其实落后蛮多的，而且这是目前规模前五名的 ETF 里面有两档报酬率还落后蛮大的。对，不过看到加权指数涨了21.9%，两成多。对，很多人都说，当然这个加权指数台积电的贡献很大嘛，一个人的50%，没错，所以就要来关注一下大家到底持有了什么样的股票。我们来看今年表现比较好的这个 ETF， 我们总是不能给投资朋友都是那种啊怎么买错的想法，还是想说今年表现比较好的 ETF， 像高股息的 ETF， 他们到底买了哪些东西？那我们看今年表现最好的这个高股息 ETF 是00915，凯基优选高股息30，它有鸿海，它有中信金，中信金表现不错嘛。另外它有瑞仪、联电跟统一。其实今年有鸿海的这个ETF 的话呢，其实表现就不错。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五名的个股里面，有三只有鸿海，那压最多的是00915，它压了11%，所以它表现比较好。另外，其他表现比较好的就是航运股的长荣，有压的多的表现也比较好。因为今年航运股其实运费在第二季的下旬开始往上走了，所以现在运费价格一直往上高。然后全球的航运股呢，航商的价格一直涨。所以你看有这个货柜航运的 ETF， 它的表现也不错。那如果你的 ETF 如果同时要有像这个类似有鸿海啊，也有这个航运股，你基本上就不会太差。所以各位在选 ETF 的话，可能要从这个市场的一些状况去抓说今年在高配息的 ETF 里面到底在涨什么。是像去年高股息高配息 ETF 涨的很多都是像这个像什么广达、啊、人保、啊、这些传统的一些大型伟创啊，对伟创这些，所以表现都很好，绩效很漂亮。而今年你可能要看到的就是，因为今年 AI 往上走嘛，那今年 AI 往上走的话，其实你看今年补涨的，像这个鸿海终于动，鸿海在今年的涨幅有7%，这么多年都没有动，对都没有动的股票，它动了嘛，所以今年的鸿海已经涨到了这个7%左右。另外航运股的长荣海运今年也涨了5%，大复活，对大复活，因为这个包括从这个一月份。鸿海事件开始了，在这个五月份之后，运价就突破了一月的高价。这个是这个鸿海，这个是另一个鸿海，对对。所以这个航运股就涨了很多。对，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 ETF 的市场，其实还是在走基本面，等于说有题材的一些这个传产股或是一些电子股，如果你有追踪到的话，其实你在这个高股息的 ETF 其实报酬率不错。可是如果你可以把去年的一些 ETF 里面呢报到现在，你没有去跟着目前的景气做一个调整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落后的绩效还落后的蛮多的。对，所以你要买的时候，你要来检视一下它的成分股。对，但是其实它也会换股。对，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张图，上面那图就跟各位投资朋友讲说，我们在看一档不管是市值型的 ETF， 或是产业型的 ETF， 或是高配型的 ETF， 你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因为不管是券商的软体哦。或是这个基金的公司，他都会告诉你目前的持股状态。那我跟各位投资朋友讲，我认为哦，
前五名最重要。嗯，前五名重要，前五名你只要看得准的话呢，基本上来讲绩效就会好。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看前五名，因为你前五名就是持股最大的嘛。你后面排名的话，有的都是占大占这个金的规模3%、2%、1%，那都不重要。我们大概就是看前面几名，前面几名你要看清楚，说它的这个基本面，它的一个状况，或者它的现形。有的同学会看，有的投资朋友会看技术面，你稍微看一下，你大概就知道说，哎，我的这些这个成分股里面，排名前几名持股的个股，它到底是要往上，还是要闷在那里不动？如果它的状态是往上涨的，像今年有这个鸿海跟长荣这两档这个 ETF 这个股的 ETF， 它的表现就不错了。OK 了。对。好，所以可以看到第一大持股，刚刚看到大概10%左右。其实你再往前刚看到还有重压60%的台积电，对，那当然一看就知道没有问题。对。但是下半年要注意哦，可能会有一个主流的方向的改变。没错。像这个是我们的指数的表现啊，我们的表现跟各位投资朋友看，就是说我们从去年的11月的这个低点，在年线附近哦，从15,975，它其实走了走了三大坡了，三大坡它已经走了，也是走了两季了，所以你走了两季哦，我们基本上认为说在第三季的时候，难免会做震荡、做整理嘛，所以在整理的过程中呢，那各位投资朋友要去看看目前市场的方向，比如说。到底我们刚才讲的说，以传产股里面，航运股是不是还是这么热，还是它有点变化？那电子股的话呢，你要观察，就是说你的这个很多电子股涨那么多，也涨的幅度够大，你会不会在第三季的时候要做回档修正？因为毕竟累积那么大的涨幅，而且有很大的乖离率，其实我们有一点适当的警觉心，对，也是不错的。因为股票市场最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只要保持的耐心，它都会在你看到的目前的价格，你等一下，它在下一季或者是下两季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让你去期待的。你要分批分得很散，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买了位置不太好，可是我又很想买，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分好几批，你可以分说，譬如说2个月买一次，譬如说现在是假设是第二季末，你可能第二季末买一点。那第三季末呢，买一点，或是三分之一啊，然后第四季再买一点。对，等它跌多的时候再多买一点。通常第四季的表现不错，而且这个我们第四季有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嗯，那我们可以知道，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跟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它在选前会一种压盘，因为选前有一些不确定的气氛了，因为你不知道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到底是谁会最后当选总统，那市场会观望。因为这两个政党它的一些政策其实不太一样，可是选后不确定因素这个厘清之后，可以看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后，在2020年跟2016年的11月，美国股市开始涨非常凶，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说，如果今年的第三季或第四季有一个压回的话，各位投资朋友你就要把握了，就跟过去2016年跟2020年一样，你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如果有个低档，如果你把握住的话，等到选后就跟我们台湾一样，你看我们台湾的选后。可以问一下，我们台湾是1月的总统大选，对，选后压一下之后呢，台北股市就开始从17,100点涨到22,000，涨了5,000点，其实而且一口气很快、对，它就不会停，所以这就是股票市场的奥妙。那为什么涨那么凶？就是选前很多的大资金者，他有的都先调节掉，他在等机会，对，等什么？他就等这种不确定因素一结束之后，他就不想等了。因为他钱摆在目前的一些不管一些商品里面，比如说摆在银行里面，他其实报酬率很低。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讲还是最迷人的，所以通常在这种重大的选举一落一个底定之后，其实后面的买盘哦，有些人就是在他会抓一个点，他就抓在那个选举的前后，他就开始买了。那他就不会像现在，你看我们的1月到现在，你到现在看已经到了6月，才5个月而已，差了5,000点。我相信5个月之前，你所看到台北股市的一些比较好的 ETF 或者一些比较大型的权值股，股价都跟现在不一样。像1月中旬的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跟现在股价，各位都知道，早就知道那边买就好了。所以重点就是今年下半年有个最重要的美国总统大选。那投资朋友，如果你对这些事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从前几次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台湾总统大选前后的表现来去抓这个轮廓，我相信你应该会有一些想法的。从过去历史的经验来看，那像是台股的部分，今年5/20之后哦，更是一路涨到现在。没错，好，事实上从1月选后就开始涨，所以今天老师也告诉大家了，在年底的美国大选前，可能会有机会让大家可以再上车。对，就跟我们你看我们台湾总统大选，我们总统大选是在1月中，对，选前都会压回，因为就是。
不确定因素，大家就是觉得说那个气氛不太好，对，所以说他要把钱这个留点多点现金在手里，可是选后呢留在手没用啊，因为股票涨了，他越留他觉得越慌，他干脆就直接买股票了。等到确定之后你要再进去恐怕就来不及了，對對對對，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做做功课，涨多拉回休息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走势哦。对，没错。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机会。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李泽生老师上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与同行，接下来的工商服务时间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看吧。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面食、甜点以及手摇饮吗？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餐前30分钟一次吃2颗，吃大餐 so easy。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是柠檬红茶风味的，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哦，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IS 健康许可。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因为会有额外折扣。